北都会剧场。代销花第二集，阿爸与小阿娘。心中伫咧金门的台销花，黄昏的时开始绽放，愈暗开了愈灿烂。真侪参与八里山炮战的战士甲遗族，经过艰辛孤苦的后半人生，都亲像台销花同款，唔惊黑暗，坚持挺立伫风雨中，散发出芬芳的气味。六个呀，要搁带一碗糜无？嘛好啦，还第三碗咯。你嫌我煎的这个鱼无香阁无素？阿妈是配两三碗糜啊，食个杂杂叫。唔管好食歹食哦，爱性命都爱加减忘吞啦。你吼、哦，是阿你脆皮啦，会食袂晓饿咯。哎呀，食饱，咱来换衫裤。准备来去洗梅山鸡啊，袂东袂西。来，你爬去车顶，坐好正，手扭好条吼，我要开车哦。阿香插入，旋开了钥匙，发动引擎。这种拼装式的农用搬运车，外号叫“屁股”。车身沉稳，速度缓慢，载重量、爬坡力却都超强。阿香七老八十了，仍然不愿意从凤梨田槟榔园完全退休。儿子们拗不过他，只好买了这只大铁牛。拜托他学着开，替换掉纯人力的扁担与箩筐。而阿香天性好奇，用高昂的兴趣去驾驭铁牛，慢慢的也变成他带阿路叔上街的交通工具。阿兄啊，兄啊，俺后生念一张批，一张批，咱两个人到底是要去金门，也是卖去啦？哎呀，我心肝头吼，怕八九的时间啊，逃袂开啦。有话等者再阁讲啦。屁股啊，车发动哦，莫大弄弄叫，我听袂清楚啦。来，好啊吼，车起行哦。铁牛开动了，驶出了庭院，上了山路。远远的，阿路叔就闻到苦栗树的香气。清明前夕。粉紫色的喜花正在怒放。停车停车啦。又搁发作，又搁想要望迄丛可怜树。你已经望过讲过几千万遍，也唔知跳。阿香踩下刹车板，嘴里嘟嘟囔囔抱怨着，心里却满满都是疼惜。他先下车，再卸上肩膀，让阿路叔伸出手掌搭着，领着他走到大苦楝树下。爱望你就去望，要想你就去想啦。远的咯，咱拢已经老啊啦，时间变足多，阁足长嘞，免赶，阁免急啊。这苦楝花吼，足香的嘞。也真香呢！哎呀，可怜花，啊，水又够香，这毋是啥物
可怜花呢，啊，唔知是倒一个白目的古早人，乌白乱改号名啦。是啊，这一大丛可怜啊树，是你的老爸，我的大官种的，已经七十多冬啊啦。哎呀，是啊，迄时阵吼，我才七岁外。阿爸爬去山顶挖两丛可怜树的树枝，先摕一丛来种伫个遮，另外一丛哦，都种伫个阮亲阿母的墓前啦。阿爸佫叫我落去溪仔边掼一桶溪水来压哦。小阿爸，这几丛溪仔水有够重的，来，我来压这四丛树啊。好啦好啦，真乖。阿禄啊，你歹命，三位阿母就过身去啊。阿爸将你生你的亲阿母带伫个家己的田园内底，安尼离咱兜大个祖厝嘛较近，就是希望你以后唔通甲伊放袂记。阿禄的阿爸蹲在坟前抽烟，清乐园的老牌子一口口烟喷出来，呛得小阿禄的鼻子痒刺刺的。阿爸，我唔知影阿母生做啥款，早都袂记哩呀。啥？哎呦！你这个不好囝，你这个夭寿之婴啊！这种话你也敢讲？七岁的小阿禄老老实实回答的两句话，换了一记结结实实的大巴掌。五指手指印烙在他瘦白的小脸颊，红彤彤的。他阿爸的眼睛与鼻头也一下子就红彤彤。含在嘴角的香烟还一大截，阿爸不吸了，直接用拇指食指按起他，丢到地上，草鞋猛力踩，用力踹，踩完踹完，踢掉水桶，跨大步走开了。阿爸，阿爸，等我啦，稍等我啦。直到现在，阿禄叔记忆的大仓库里，亲生阿母的身影仍然只是一垄土坟，一块墓碑，连那一棵苦槿树都没长活。而被炮弹炸瞎炸聋了，回家后好几次他驱赶不掉黑暗，又控诉不了命运时，也削起阿爸伸出拇指食指直接摁起火红的烟头。不痛，真的不痛，痛完全不在手指，是在心底。唉，白白是可怜树，同款拢有压水来照顾，是安怎阿母梦前迄丛会打起死去，啊这丛哪会花个遮尔大遮尔悬，花开个遮尔水遮尔香啊？阿禄叔摸着粗糙的树皮，话匣子却打不开，倚靠着树干，头向上仰45度，模样像是在问人，更像是在问天。哎呀，你问我，我要问一下人啊。我三岁死阿母，十五岁死老爸，过来这两年，我的小阿娘嘛，有人逼家要改嫁去海口。哎，我娶某生囝已经26岁啊，啊，搁爱做兵去金门，搁拄着823炮战。目睭都叫炮弹弹个失明兼臭耳聋，这我要问一下人啊！阿禄叔内心一阵阵痛楚，越讲越哀伤。阿香急了，59年来，她一直扮演消防救火员，总是会转移话题，扑灭丈夫内心的伤痛。哎。你今嘛穿的哦是乌裤配白衫呢，唔通我伫咧树啊磨啦，亲像老牛咧白浆，青池甲土沙粉，
那剥着白衫，都规身躯乌龟龟，垃圾箱又阁歹看样，走到鸡仔菜市仔来，会惊到一大堆人啦。哎呀，你这是管天管地管饭机管饭的，嘿，好佳哉哦！咱新妇拢总住伫咧外地，那无吼，像你这哩啰嗦的赤脚大家哦，会无人缘兼个人怨哦。阿鲁树的身子听妻子的话，乖乖离了树干好几寸，嘴巴却不想认输，杀来了一记回马枪。我坐花轿嫁予你的时阵哦，明明都已经无大家大官，啊媒人婆嘛无讲予清楚，害我一路吼哭甲遐大声。唉，即马一想起来哦，见笑死人哦。阿香回答得很无厘头，持续要转移掉阿鲁叔的悲伤。哎呀，迄当时哦，我伫个金门红早甲变作重伤。那是阿爸阿母，也是小阿娘弟的，你都袂去予阿伯阿母欺负，都袂食遐尼侪苦，受遐尼侪拖磨啦。换阿香沉默了，没有公婆侍奉，她不知是幸或是不幸。但是丈夫同住在一起的亲伯父、亲伯母，却比真的公婆还难相处，让她吃足了苦头。但是。小阿娘呢？那个她从未见过谜一样的后母婆婆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？阿鲁常常说，她摸黑煮出来的八宝炖鸭、茶籽油鸡，就是追逐着一点点的记忆，重演着当年小阿娘的厨艺。小阿娘一个假时，敢有出来大声吼出来？无啦，查某人第二摆搁再嫁。都袂当哭出声，哎呀，连要哭也是卖哭，拢无自由，真正是悲哀哦。阿鲁叔的声音跳悠悠，像风，远方吹来的风，往事像一坛又浓又烈的金门高粱，怎能轻易喝入口？别人拢讲吼，我三岁死阿母，一世人歹命。其实我细汉的时阵吼，嘛是有人疼入心呢。我知啦，是你的小阿娘，伊才加你五岁，将你当作亲生仔，疼个笑喵喵。民国34年，阿鲁读了4年的日本学校，台湾就光复了。阿鲁啊，咱是做穑人，靠地栽培，看天吃饭，有读册无？是不是捌字？除我干妈、槟榔、德顺的修行，拢总未增加，也是减少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日时你去做山做田，暗时吼、哦、听垃圾哦学北京语。过去老船长伊厝内底吼，学一挂汉文，简单道道的，卖影响着种田种作、饲猪饲鸡，安尼一世人吼，就有够用啊啦。于是，才12岁的阿鲁拿起锄头，挑起扁担，顶着烈日，冒着风雨，过起了他阿爸的生活，甚至重复了他阿爸的阿爸的阿爸的生活。隔年，丧妻10年的阿爸终于再婚，娶小阿娘进门。是13岁的阿鲁陪着32岁的阿爸去相亲的。被相亲的女子才大阿鲁5岁，真的是18姑娘一朵花。但不是备受呵护的艳丽牡丹，是深山野谷中自己盛开、自己凋落的清香茉莉。而且因为家境太穷苦了，才会考虑嫁给死了老婆的男人，
也才允许这么委屈的父子相亲。但是看到那个女子的第一眼，小阿禄就觉得坟墓里的秦阿木欢欢喜喜爬起身，端着茶盘走出来，对着儿子俯低身子盈盈一笑，赐给他一杯清凉的茶水。当茶香回旋在鼻尖与舌头时，阿禄已经在心里轻轻喊了他一声小阿娘。婚事就这么决定了，小阿娘被阿爸娶进了阿禄家。她呀真的是很好很称职的小阿娘，每一匹嫁衣，每一座花车或大红轿子，一身粗棉布的花衣衫就嫁过来了。但是三合院里从此不再冷锅冷灶，餐桌上天天有香喷喷的饭菜。来，罗爱，罗阿爸，你吃看麦，我煮的烤的油粿，敢有好吃？未歹吃呢。是啊，娘，真好吃呢。甲顶一摆你煮的八宝炖鸭吧，同款好食。小阿娘，你甲我煮，我嘛想要学。好，你吼、哦、学起来，后盖吼教予你猜无，安尼哦，咱代代子孙拢有口福咯。从前父子俩凄凄清清的二人行，现在变成快快乐乐的一家亲。挑竹笋，割槟榔，翻田土，种水稻，祖先们留下的经验被他们努力继承着护持着。阿禄心里面深深觉得啊，有小阿娘在的日子真的是我在的天堂。阿禄天堂日子的崩毁与消灭，是从阿爸被断定肺病开始。34岁的壮汉不知什么原因，胸腔里竟然感染了结核菌，又蓄养着癌细胞。那可怕的坏东西像一群一群饥饿的蚕，一口一口啮啃着肺液，又像清水里倒进了红墨汁，一下子就渲染开，把整个水池变得血污血红。我若是死，帮你母仔是要安怎嘞？你会好起来，你一定会好起来啦。是啦，阿爸，这贴药已经转好啊，你还啉落去？哎呦，吃遐尼济药啊，敢真正有效哟？有啦有啦有啦，一定有效的啦。阿爸病重了，危险了，怎么可能不乱投医？正规的中医西药，离奇的江湖偏方，杂七杂八的郎中秘术，看风水阴阳宅，求鸡童拜神明，一样样全派上用场。卖掉了一些田园，钱不够再卖，再不够再卖第三批。但是阿爸还是瘦下去弱下去，像风中一闪一跳的蜡烛。烛被狂风吹袭的那时刻，15岁的阿禄正在眉山大街替阿爸抓药。阿禄啊，免啊啦，唔免阁吃药啊啦，你阿爸过身去啊啦。阿禄眼前一黑，脑子轰一声呆住了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，跌跌撞撞哭着奔回村子。阿爸。阿爸，你要等我。阿爸，就在双溪村子口，阿爸当年亲手种植的苦榈树下，小阿娘一身黑衣飘飘，
满脸是泪，唤着阿露的名字，哀哀等候他。阿露，阿露啊！是啊，娘，阿爸伊，阿露，阿露，咱母阿囝，从今以后，永远无依无我咯。来，阿露，船长伯公按照咱古早礼数，一行一行教你吼。来，你先把外衫脱起来，冰过来穿，变作临时的白色夏服。来，你向你的小阿娘跪落去，磕三个头。你的小阿娘吼，把一顶草索啊夹起来，草裙递伫个你的头壳顶。啊，然后恁母仔囝两个人吼，爱用白大声吼，大声哭，白入去庄仔头，白入去厝内。爬去你过身的阿爸身躯边，我父，我爱父啊，阿罗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我爱阿爸，一切遵照村长伯公的指示，阿罗与小阿娘母子俩齐声嚎哭。往家里一路跪爬，跪爬过睡死子路，跪爬过小木板桥，跪爬过一户户大门，一双双眼睛，跪爬出最隆重的谷里，匍匐奔丧。双十年华的寡妇跪爬在前面，父母双亡的孤儿紧随在后头，整个仪式太伤太痛太碎肝裂胆，才一下子母子俩就没有声音可嚎哭了。于是那条匍匐奔丧的道路就变得更不平更漫长。奇怪，平常时阿洛真友好，哪会阿爸死去他却不哭又不哭？你很啰嗦呢，管这么多，咱人啊太过伤心会哭不出声。那古早人在说，孝男寡妇无病死口，英人十月会归厝斗啦，莫怪人的批评会怀疑嘛。拢给我点起，无良心！来，阿龙啊，你做孝男吼，就是爱大声吼，大声哭。那无哭吼，恁阿爸会怨叹你不好，会死目不关客，行袂开脚。15岁的阿露还没听懂，20岁的小阿娘却已明白。但是再怎么挤压，小阿娘的喉咙还是飙不出高音，只有一声声：“狼哎，我的狼哎，你安哪会在放舍我替你走？你叫我要安哪活？”要安怎活下去？每一声哭喊都是痛苦的绝望，但是还有更令人绝望的，不是村民七嘴八舌的批评，是亡者的胞兄阿露亲伯父的冷眼冷语。哼，一个哦15岁，一个哦20岁，是要安怎活下去？上座对倒座聚会，母阿囝无天无地无灵无义啊，凊彩乌白活啦！阿露埋着头，一寸一寸跪爬，满头满脸的汗滴与雨滴，扎刺他的眼睛，湿透了他的全身。他眨一眨眼皮，什么都模糊了。却仍看到碎石子路上有两条红艳艳的鲜血痕迹，那是小阿娘膝盖磨出来的。她终于大哭出声了：“阿爸，阿爸，我爱阿爸。”
戴肖花，原著剧本及编剧王琼林，剧中人物旁白王瑞琴，林德禄王品超，阿香陈慧清，老年林德禄王品超，少年林德禄林胜雅，林德禄父亲邱展文，小阿娘施贤琴，村长伯陈余宽，林德禄大伯秦浩，